享受爱，喜乐接待神同在。周末亲近神，陪你读经祷告，爱家人，朋友平安。本周的周末亲近神，我们要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四到第七章。这是一段关于约柜与百姓们的故事。在圣经时代，约柜的存在就象征了神与百姓们同在。但有一段时间，百姓们却误解了神设立约柜的心意。这段约柜历险记将会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神同在的意义，并且更享受亲近神的时光哦。待会读经时，也邀请你一起大声念出来，相信你会有更多感动。今天的敬拜诗歌叫做《带我进入你的同在》。当我们渴慕进入神的院宇，他就张开双手，温柔欢迎。一起来唱歌敬拜神吧。烧每颗爱慕你的心。
降下来，充满生命与我们相遇。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燃烧